湖北外卖小哥高考623分刷爆网络，淡定曝光残酷潜规则，颓废是对人生的不尊重。前不久看到一个新闻，湖北襄阳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高考分数而火遍全网，语文114分，数学118分，英语129分，历史81分，化学91分，生物学90分，总分623分。外卖小哥名叫王威，2020年春节，王威从外地务工回到湖北老家，由于疫情一度只能留在襄阳。王威看到路上有很多外卖小哥挺充实挺忙碌的样子，就动了送外卖的心思。父母对于这份工作也没有反对，认为对人生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历练。王威工作之后发现，知识和学识对普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，于是在送外卖3个多月之后，2020年9月底，他重新开始了学习之路，全身心准备高考。在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的今天，外卖小哥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读书真的是有用的，尤其是那些来自底层的孩子，可以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帮助整个家庭摆脱了世世代代贫穷的魔咒，而这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的付出和努力。女王乔安里有一句话说得很明白，早上你赖床，所以多睡10分钟的你就会输给那些早起10分钟的。越自律越优秀，越优秀越接近成功。当一个人自律到极致的时候，即便你曾卑微到泥土里，即便整个世界都嘲讽你，只要用自律与坚持去浇灌，终会开花结果。说到底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自律的人才能掌握人生。曾看过一个村上春树的访谈，村上春树说，对他而言每天只有23个小时，因为1个小时给了跑步，雷打不动。他说自己的思维方式是，今天不想跑所以才去跑。每日跑步对我来说好比生命线，不能说忙就抛开不管或者停下不跑了，忙就中断跑步的话，我一辈子都无法跑步。坚持跑步的理由不过一丝半点，中断跑步的理由却足够装满一辆大型载重卡车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每个人都有惰性，当自己不想坚持的时候，就要靠着顽强的自律来约束自己。不管内心有多少不情愿的理由，首先行动起来，系上鞋带跑出去。从33岁那年开始，村上春树坚持每天跑步10公里，每年跑一次马拉松。这样自律的习惯让他可以专注于自己认可的事情。于是40年间，他创作了32篇短篇小说，15篇长篇小说，17本随笔集，而且其中很多作品成为了经典。也有人问过比尔·巴菲特，你是如何管理一个亿万财富的帝国的？巴菲特说，很简单，我的工作时间精确到5分钟，包括和您说话。作家吴晓波说，每一件与众不同的好东西都要付出代价，要么是汗，要么是血，要么是大把大把的好时光。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，量变足够了才可能促成质变。坚持做一件事，也许几个月也没有回报，但是如果以年为单位，你会发现自律的人和不自律的人终将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。前段时间北京大学学霸笔记的曝光就引发了热议，不仅内容一目了然，而且图文并茂。有这样一份笔记，想来在复习的时候也会事半功倍，在排版上也做到了层次分明。北大学霸们的笔记真心简洁和赏心悦目，尤其是有些学霸的画图功底堪称专业画家，各类结构组织画得惟妙惟肖，如果不是写上的专业知识，都要怀疑是不是美术生的作品了。而且分析和演算都思维清晰，令人茅塞顿开。不少网友看到北大学霸们的笔记后感叹，
优秀真的是一种习惯。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？不要害怕追不上那些优秀的人就自暴自弃，自我放弃只会让你和他们的差距越差越大。山本耀司说过，我相信一万小时定律，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灵感和坐等的成就。做一个自由而自律的人，势必靠决心认真地活着。优秀其实没有秘诀，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。很多时候不是优秀才自律，而是你自律了才会变得优秀。知乎上有人问，我也知道自律很重要，可是就是做不到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一个高赞回答是，因为那些高手是持续性的自律，而你是间歇性自虐。之前在后台看到有人灵魂发问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，买好的健身课结果一年过去了都没去一次，决定学习新的知识，来年跳槽到更好的单位，结果到头来还是得过且过。决定人命运的不是天赋，不是拼爹，而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，自律。人生意味着无限的可能，但是这个可能终究要靠你自己去把握。如果只知道沉迷娱乐和睡大觉，那么谁也帮不了你。不要在最该奋斗的年纪去贪图享受，越高级的需求就越需要持之以恒的专注，需要屏蔽各种各样的诱惑，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。颓废是对人生的不尊重。今天的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从明天起，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。从明天起，从明天起，去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要和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，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，愿你有灿烂前程。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，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，愿有情人成眷属。从明天起，从明天起，和每个亲人通话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，把幸福告诉他们，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，我将告诉别人。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，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，愿你在城市活得幸福。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，我只山取个温暖的名字。
声。